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粉丝也想知道。给我透露一个。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不是单身。看得高兴吗？ 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我们洗澡呢。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臭死了。无所谓，反正我已经洗完了。嗯，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洗个澡。很快。 床单被罩都换了，累了躺一会儿，我先给小天看论文。你刚来就帮他看论文，休息一会儿吗？不是耽误了吗？别看了。 今天怎么回事？我在飞机上的时候，就想起你了。